得幅紧房王尺租85蚊，好浪啊！香港啲楼尺价慢慢升，虽然唔知啲钱喺边度嚟，但越贵啲人就争住要。而家连房仔啊，啲租都贵得出奇啊！九龙湾德福花园出名方便噶啦，楼下就地铁，黄中又大静，难怪两房户啲月租啊都15000蚊噶。有个低层600几尺单位嘅女业主，因为间屋住唔晒，又唔舍得卖，就将厕所隔篱嘅70尺房仔出租，放咗1个月左右啫嘛，就有两个喺附近读书嘅内地女仔夹粉用6000蚊租，尺租85蚊，贵过豪宅噶。啲租就包水电煤，而客厅、厨房同浴室就同业主 share 啦。呢两个女仔本来住德福另一个单位，但租约满，又唔想同男仔住，宁愿出贵租孖公仔住房仔啊。